快点，快点啦！那么大的人背个孩子那么慢，快点，快点啦！等等我，顺子，很重的。哎呀，你这个胖子，走快点，走快点啦！很沉的。哎，快点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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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孩子很重的，直播间又出这么远。你傻吧？ 如果我们把孩子随随便便卖个一家，能翻几座山丘出来的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了？不要废话，快点了。老实说啊，这茶咱不能给你们。哎呀，师伯，茶盏再好，也不如有个儿子好嘛。 对啊，要不你这坦阳功夫茶的手艺传给谁啊？对啊，要不你们老师跟我说，这孩子你们怎么弄来的？哎呀，师伯呀，不是都跟您说过了吗？车祸，我们在路上看到了车祸，晕了，这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呢，当场就死掉了。 师伯，您想啊，一个没有孩子的爸爸妈妈，啊，不对，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，他很可怜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就想啊，要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好心的人家给收养了。我们两个想来想去，哎，就觉得师伯您心肠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可这城里的孩子来到我们这山沟里头，这，哎呀，这我们兄弟也想过了，这身上里要是没有个男孩。 那怎么行啊？再说您这岁数，您要是不收这孩子的话，哎呀，师伯啦，你想一想，我们两个都是光棍，连个媳妇都没有，这个孩子我们两个能不能养得起，那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啦。哎呀，师伯啊，我知道您老，心眼儿好，这才想把这孩子给您。 这要给了，不三不四的人家，这孩子可就遭大罪了。您说是不是？哎，阿旺啊，算了算了，在师伯的心里啊，茶盏比孩子的生命重要了。我们走了，把孩子抱走。哎哎，奶奶，那师伯那茶盏。 拿去。哎，子孙不孝，用祖上传下来的茶盏换了这个孩子，他真可怜，没办法，请祖上多多理解。 我回来了。哦，哎，阿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，没事。阿爸，哎，这是谁呀？你说他，闺女，他以后就是你弟弟了。弟弟？是啊。<笑>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可是阿爸，哎，这咱们家突然多出个人来，嗯，这乡里乡亲的问起来，该怎么说呀？哎。 我本来就不想多事，可是看那孩子的样子，一看见就叫人心疼呐。落在那俩坏人手里头，这孩子以后就毁了。所以啊，咱先把孩子救了，有什么时候以后再说。我琢磨着，如果他有情人的话，一定会来找；万一没有，那证明这孩子跟咱们有缘分，以后不是一家人了吗？嗯，<笑>飞了。 飞了，乐乐，飞了。画画吗？常老师又说你画画的那么好，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画画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乐乐，还不开心啊？开心，爸爸，我要飞，我要飞。好，爸爸就带你去飞呀，来，飞呀，飞呀。爸爸。
行了行了，丫头，哎，没事儿，再给您捏捏吧。阿爸，你腿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再给您捏捏腿。咦，妈子，醒了。来，别害怕，来，过来，别害怕啊。来，来这儿坐下。哎呀，妈子。爷爷，这是哪儿？我的爸爸妈妈呢？哎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爸爸妈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啊？因为我们……慢慢想。哎，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。哎呦，后来爸爸撞车了。然后呢？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先别急。别着急，别着急 啊，慢慢说。哎，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对。爷爷，哎，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我要去找他们。孩子，先别急，先别急，你听我说，今儿天黑了，先住这儿啊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好不好啊？不行，爸爸妈妈见不到，我要着急了。爷爷，求求你带我去找他们。孩子，你听我讲，俩叔叔送你来的。他们说看见车祸，然后你妈跟爸就他们死了是吗？不可能，他们不会死的。孩子，妈子，哎呀，丫愣在干什么？瞎灯黑火的，快点去找找看。不行，得出去看看。啊，孩子。去看看去。弟弟，咱们先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天那么黑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，我想妈妈。哎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乐乐，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哎呀，从这里到最近的镇子也要好几个山头呢，太远了，弄不好还会迷路。弟弟，好弟弟，咱们先回家好不好？等明天一早啊，姐姐一定给你想办法。姐姐会帮我吗？别哭了，先起来。来，吃饭。孩子，快吃吧，饿坏了身子会生病的。啊，吃。我说你饿了吧？来，快吃啊。快吃。不可能的，爸爸妈妈不会死的。不行，明天天亮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啊，什么事啊？爸，乐乐呢？哎，我不知道，他一直都是在这儿的。哎，你们一个房间睡觉，人走了你都不知道，快点穿线走出去找找看。乐乐，乐乐，乐乐，
去了。哎，小云过来，这个山路不熟路，哪能出去呀？这个孩子跑哪儿去了？跑哪儿去了？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，到那边去看看有没有啊？乐乐。小心啊，危险呐！师伯，看看你的脚丫子，哎呦，这么多水泡啊！哎呦，那只脚没哎。油灯。好，放这儿吧，进屋里去收拾收拾啊。哎呀，来，把脚拿起来。哎，你别动啊，这水泡不挑开，你明天路都走不了。哎，男麻子怕什么都不能怕疼呢。再说挑这水泡不疼呢，啊，嗯，看看，嗯，疼不疼？不疼吗？爷爷，好了，哎，爷爷，哎，我想回家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正想问你呢，除了你爸妈之外，您还记得有什么亲戚没有？听爸爸说，爷爷奶奶。环球旅行，好多年了，在哪一国都不知道。这样，那你还有没什么叔叔伯伯大爷的？哎呦，我说孩子，是不是跟你商量点事好不好？爷爷，您说。啊，以后呢，不要叫我爷爷，叫我阿爸。你不是阿爸，我姓沙，我爸爸有沙文耀。啊，得得得，别急别急，我不会强迫你。可是现在要找不到你爸，你一个小孩又没地方去，不如呢先住在我这儿，赶明儿有你爸妈的消息，我马上送你回家。真的？嘿，我是大男人，说话当然算数了。嗯。留给我的，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每天都带着它。嗯，就好像我妈妈在我身边一样。我也很想我妈妈。好了，睡觉吧，阿爸不是说过吗，会给你想办法的。来，睡觉。我睡不着，已经睡觉了哟，我都是听妈妈唱歌才睡着的。我想妈妈。姐姐不会唱歌，要不姐姐一边给你抓痒，一边给你讲故事听，好不好？来，躺下啊，来，乖，躺下。嗯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姓施的老伯伯啊，经常带着很多很多人，坐着船去海的对面卖茶。有一天啊，他们在去的路上，突然遇到了一场大雨。雨下得好大好大，后来啊，又刮起了大风，把他们的船都给刮翻了，船上的人就都掉进了海里。可奇怪的是啊，那个石伯伯竟然没有死了，他趴在一块木板上，在海上飘啊飘啊，飘了好久好久。
哎，老乱，过来喝杯茶。来，喝杯茶来。好难喝。胡说，什么难喝啊？这茶啊是最好的东西，这是咱们家啊躺阳功夫茶，别人家想喝喝不到，难喝。我不喜欢茶，我喜欢可乐。可乐，可乐是什么呀？可乐就是，哎呀，说你也不懂。对，我是不懂什么叫可乐。世界上好喝的东西太多了，但是这个好茶跟其他的就不一样，你要慢慢的喝，慢慢的品，才能品出那个妙处。来来来，喝多一杯。我不喝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喝冰可乐。爷爷，哎，都好几天了，我爸爸妈妈还没消息。没有啊，说孩子，你呀，以后就住这儿，爸会疼你，会教你种茶啊。你不是阿爸，我不学种茶。施家的男人怎么能够不懂得制茶跟种茶的呢？我不是你们施家的人，我姓沙。啊，好好好，就算你不是施家的人，你是个男人呢，一点手艺没有，你赶明怎么活呀你呀？我不学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乐乐。哎呀，小英。乐乐，来，你看，姐把好东西给你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茶宠，它叫宝宝，长得可爱吧？茶宠，嗯，是不是喝茶宠物的意思？宠物？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乐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山里边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，你想不想去看看？那姐去带你看看这茶山的愿望树。愿望树？嗯，听说在愿望树下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。真的？嗯，姐姐现在就带我去。好，走，把这装起来。乖，哟，这是谁家的娃子啊？是我弟弟，阿爸，吴伯来了。好，请他上来吧。哎，吴伯。啊，好好好。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老远就闻到香味儿。是啊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。哎，这趟茶准不错。气好，这茶叶自然就好。哎，我说你真会赶时间，我刚刚泡好茶你就来了啊！我就是踩这个点来的嘛。是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过来，您尝尝，您尝尝去。来，尝尝来来，小心点，烫啊。嗯嗯。哎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确实不错啊。哎。刚才那个男娃子，我看的眼神是谁家的呀？啊，是个孤儿，父母出车祸，挺可怜的。哦，是你捡回来的？什么是我捡回来？是俩红小子捡回的，硬要换我那个茶盏。什么？换哪个茶盏？你真的给他们了？不给行吗？你知道那俩红小子整天不务正业，孩子落到这种人手里头已经够苦的了。哎，不过这个茶盏可是你们家的祖传宝贝呀。是啊，但是孩子的命啊比什么宝贝都珍贵。你看他现在够可怜的吧，万一再落到一个坏人的手里，你说他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是不是兄弟？哎，这倒也是，这孩子能落在你的手里也是他的福气。不管是不是福气，我们能够碰到一块儿就是缘。哎，我觉得这孩子有股灵气，我越看越喜欢他。说实话，正希望他一辈子在我身边。怎么，你害怕他会离开你啊？
他总归是大城市里的孩子，习不习惯现在不要说，万一他真的有心找上门来，你说这孩子不会离开吗？是呗？哎，现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。漂亮吧，来，小心啊，坐下。嗯，哇，怎么样，这儿不错吧？这山好大，我从来没见过。我想妈妈的时候就来这儿。你妈妈是谁呀？不记得了，听阿爸说我小时候是被丢在路上，是阿爸把我捡回来的。啊，他不是你亲阿爸？嗯，姐姐，你带我走吧。他不是你亲阿爸，又不是我亲阿爸，咱们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姐姐，你带我走吧。为什么呀？阿爸对我可好了，我不能离开他。而且啊，我喜欢这里。哎，你看那儿，多漂亮呀！我去过其他的村子，都不如这儿。你不喜欢阿爸？我不知道，他不是我亲阿爸，我不喜欢他。乐乐，阿爸是个好人，并且他对你啊也是真心的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看那，看那，那还有水牛，你看见吗？哎呦，我让您久等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您要的石井茶，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。好。您要的盐和粮油都在这里，茶钱咱们下午一起结合。哎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有件事拜托您呢。您说，您下次来这事儿给我带多几件小孩的衣服。那小孩来我这儿没替换的衣服，不像话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您放心，孩子高矮胖瘦，我心里清楚着呢。当然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拜托您了啊。哎，没事，别走去，来坐下。好。守候在自己孩子身边的，不会离开我们的啊，可能就是我们看不到。好了，来，但是他们一定会守护着我们的，别哭了啊，快，来，别哭了。新衣服真好看，穿上这衣服啊，咱们俩就更像姐弟俩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姐姐，我抱你。哎，好，来拿着，这样。嗯，姐姐，咱们要摘到什么时候啊？快了，茶叶摘晚了就不新鲜了。茶多难喝，我还是喜欢喝可乐。乐乐，咱们这儿的人一直都是喝茶的，你现在也是施家人了。你要慢慢学着喝茶啊。为什么呀？我穿上这爷爷买的衣服就是世家人了。乐乐不愿意跟姐姐成为一家人吗？乐乐，虽然你不是阿爸的儿子，可是我和阿爸都把你当成一家人呀，做世家人不好吗？可我姓沙啊。乐乐，姐姐不是跟你说过吗，阿爸年纪大了，面子重，在茶山你要说你姓施，不然别人问起来阿爸会有麻烦的啊。他有麻烦管我什么事啊？他该送我回去。送你回哪儿啊？你爸妈又不在了。你骗我，他们还好的，他没死。乐乐，不要让别人管你们脱衣服，不要让别人。乐乐，走，你走，不要管别人的，你走。乐乐，
行，他不喜欢穿，算了，别难为他啊。那没事。我是不是不该把孩子留下？但不留下，孩子会怎么样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我喜欢这孩子，希望孩子有一天会改变，叫我一声阿爸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呀？快吃吧，都凉了啊！你不想穿阿爸买给你的衣服，阿爸也依了你，你还生什么气呀？那不让阿爸，我有爸爸。乐乐，其实阿爸是很喜欢你的。你爸妈出车祸都死了，是两个坏人把你捡到的。阿爸怕你落得他们手里遭罪，这才收留了你。你知道吗？阿爸为了救你啊，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了那两个坏人了。家里最好的东西。嗯，是阿爸的祖上传下来的。什么叫祖上？就是阿爸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，是家里的宝贝。那不了是好多好多钱吗？嗯，可值钱了。那我可赔不起。阿爸才不要你赔呢，阿爸是真心对你好，你知道吗？阿爸还说要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你有什么最好的？哎呀，反正以后什么最好我就都给你。姐姐，爷爷真的是好人吗？阿爸要是坏人我还能跟他在一起啊？阿爸绝对是好人。好了，快吃吧啊，来，都凉了。姐姐，爷爷是不是生我气了？阿爸才不会生你的气呢，快吃吧，都凉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呢。我昨天晚上忘把它拿进去了。你怎么尿在这上面去了？你，哎呀！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，孩子，你知不知道这茶叶是这茶农的命根子？这一年的新鲜都在这上面，你把这尿湿了，这，嗨，真叫你没办法。对不起。对。阿爸。乐乐也是不小心的，您别怪他了。哎，我不是怪他，这是新茶叶。你说，哎，哎。阿爸，别生气了。乐乐，你是男子汉，做错事就要被罚。我是男子汉，罚什么？你说，罚你今天跟姐姐一起去采茶，并且要把这筐子都采满。好啊，我陪你去采茶。站着干什么？还快点去！奶茶去了，阿爸，我们去了。阿爸，你看这茶。好。今天的茶也好。怎么早呀？啊，不错。哎呀，
是你呀、啊！哎，好了，够了，咱们回家吧，好吧？我帮你拖着。好了，拖着。哎呦！姐姐，来，姐姐你可扶住我了，姐姐一定扶好你，来，慢点啊，还有多远啊？马上就到了，姐姐先过去，你先等着啊。来，把手给我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一步迈过来，来，哎，小心，哎，好了，就这儿啊？不是，还远着呢，马上就到了啊，来，把手给我。就这儿了，来，哇，怎么样？壮观，太壮观了！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送给你了。姐，这地方怎么弄的呀？听阿爸说，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九条龙啊，在这山里钻，钻啊钻啊。就把这石头啊钻得到处都是洞洞。哇，龙可真厉害，这山里还有龙呢。那是故事，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啊，白云山就是一座大冰山，是冰水融化把这石头穿成洞的。哦，冰雪穿石，我们老师就讲过这样的话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以后啊也是你的了。太漂亮了，我真想给它画下来。你会画画？嗯，我最喜欢画画了。那你教我吧，我也想把这画下来。这个不好学，老师说有天赋，你没有天赋。什么是天赋啊？天赋就是天生一学就会。那我还没学，我就……你肯定学不会。不过姐姐，你讲故事很好听，你讲故事太有意思了。要是现在有笔就好了。笔？嗯。哎，你是说写字用的笔吗？对呀，你有吗？阿爸会做，来，走。爷爷。哎。这能行吗？哎呀，怎么不能行呢？待会儿试试看就知道了啊！好了没有？哎，就行了。哦，行了行了，出来喽！哈哈哈哈，好了。你不相信啊？让小英姐姐试给你看看。来，拿这根啊，小心烫啊！哎，来，我试给你看。行了呗，好不好？哟哟哟哟，哎，正装着呢。你看，赶上了，又让我赶上了，不是？坐好。哎，乖乖乖，到了，给我喝这么茶。嗯，哎呀，天热啊！啊，太热，太热了，还好，您这凉爽。对。吴伯，喝茶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师伯，哎，这娃子学会你这手艺了吗？嗯。年纪太小，贪玩不肯学，没关系，慢点来嘛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慢慢来。我喜欢画画。画画？画画也不能当饭吃，还是学做茶爽快。娃子，我告诉你，这坦阳功夫茶可是你们坦阳创下的，这门手艺谁也比不上。哎，人家想偷学，还学不到呢。你要是把这门手艺学下，那往后就不愁吃不愁穿了。说的是啊，是啊。哼，
我才不缺什么破功夫啥呢，我就喜欢画画，长大了要当大画家。哎，你看这小子，当大画家，有志气。师傅啊，哎呀，您别急，你不是也说这事要慢慢来吗？是啊，再说了，哎，自古以来画茶一枝不分家。我看呐，这娃子和你呀，是投对了姻缘了。是啊。透对了姻缘了啊。你不要怕我，你喜欢我不骂你。你娃子真好看，可就是全是黑的，太黑了。对呀，我画的又不是你，我画宝宝呢。好啊你，跟乐乐认啥啊你？站住！姐姐，其实我是学国画的，要是毛笔和墨的话，我会把它画得更漂亮。那这样吧，明天啊，我让阿爸去想办法。真的？阿爸，乐乐乐想要毛笔和墨，还有其他颜料。什么籽儿啊？对啊，我要好多好多种颜料，什么颜料都要有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太好了，爷爷，我现在就想要。现在就要。颜料没有啊？别的颜料没有啊？没有。那这样吧，下次有颜料颜色进货的话，您给留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这一共多少钱？一共是5块钱。5块钱呢？啊。哎，我快您收拾吧。哎，好啊。好啊。那您拿好。好好，谢谢。好嘞。谢谢了啊，慢走啊你。好嘞。姐姐，爷爷真的会给我买颜料吗？放心吧，爷爷这么疼你啊，绝对说话算数。那怎么还不回来呀？Thank you.
奶奶，这就是你要的东西，都给你买了。哎啊！嗯，怎么只有墨汁啊？我要的其他颜料呢？哎呦，我打听了好多家铺子，没说要你有你那个颜色。哎呀，阿爸，您腿疼又犯了。没事，我说孩子，你现在啊，就将就的先用墨汁啊，其他的颜色呢，过些日子找人打听打听，好吧？什么没有？你就是不想给我买。孩子，别叫我孩子，我不是你的孩子。乐乐，阿爸说没有就是没有，绝不会骗你。他骗我，他不想让我画画，就想让我学他的破功夫茶。哼，我才不要学呢。乐乐，要是有颜料，阿爸肯定会给你买的。乐乐乖，先用的这个，等巫伯来了，让阿爸再打听打听哪里还有，好吧？他骗我，我不要碰墨汁。你这个小兔崽，我！你敢打我？你又不是我爸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这个乐乐，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我不要回你带钱。乐乐，阿爸，别管他，随他去好了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不行啊，孩子小外又出了什么事，怎么办呢？快，快出去看看，别让他发生什么事。快，快去啊！小心点啊！姐姐，我睡不着，你讲故事给我听。姐姐，我睡不着，你讲故事给我听。自己睡。哭哭，你还好意思哭？你不光错怪了阿爸，还敢把墨汁摔了。哭什么？你还占理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阿爸年轻的时候就落下了风湿病，一走远路腿就疼得厉害，要不是有急事，阿爸一年到头都不到镇上去。可阿爸为了你竟然翻了两个山头，没买到颜料你就那么发脾气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阿爸好心好意，可你呢，真没良心，阿爸白疼了你一回。说到这样，阿爸还不补救你呢，干脆让那两个坏人把你带走好了。姐姐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姐姐，我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啊！爷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那你这话跟阿爸说去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谁要买不到你要的颜料呢？阿爸，来，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咱们施家的手艺啊，做出来的太阳功夫茶。对的。哎，干嘛？这您不能喝呀！嗨，看着啊。噔噔噔噔。哎，乐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颜料。对了，你俩先用这个红的画，其他的颜料呢，让我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阿爸的办法多着呢。乐乐，你想画画，我很高兴，也希望你日后有所成就。要是你成了个大画家，更加开心啊！爷爷，对不起。
好，哎呀呀，好好，乖啊，别哭，没事，别哭啊，乐乐，好乖，不要哭，乖。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乐乐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你的爸爸妈妈吧？你是不是想他们了？像您说烫手啊，丫头，快点拿雨衣来，快点，来。阿爸，天那么黑，又下那么大雨，要不先让乐乐忍一晚上吧？忍不得呀，丫头，快点去拿雨衣来，快点，乐乐爷背你去啊，来，穿上了。你腿不好，我陪您去吧。不行啊，留在家里头小心着凉啊！快点，给戴好帽子来呗，背上雨，快！哎呀，好了，行了啊！哎呀，阿爸，你路上慢点啊！好嘞。救孩子！医生！腿烧了啊！哎呀，姐姐说你有风湿腿，哎，一走远路就疼得厉害。是啊，人老是这样。爷爷，哎，我不烧了，待会儿我自己走，我能行。行吗？行。自个儿走回家哦。嗯。行啊。行。那好，待会儿咱们再走回家啊。嗯。好。出嫁了，哎呀，说实话，我真有点舍不得呢。你要是再舍不得，那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说的也是。那男娃跟小云不是在一起玩过吗？啊，他们那边家长看中的啊，就是他们俩从小认识。啊，小云是您的闺女，所以他们就天天催着我。要我跟你说这事儿，好，你知道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呀、啊，算是胡家也是制茶种茶的好手啊。哎，说起来也算是门当户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吧？哎呦，哎，再来了，来坐下吃饭吧。来吃吧。爷爷吃饭。哎，好。阿爸。哎。我还不想嫁人啊！我想多陪陪您，还有乐乐。哎呀，闺女，我也舍不得呀。可是到你这个年纪，在咱同村女孩子早该出嫁了，去吧。
胡家的条件不错，那男娃子我也看见过，人长得挺精神，也老实勤快。我不让姐姐嫁人。嗨，你小孩子懂什么呀？男大当红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不许乱讲话。姐，我不让你嫁人。嗨，你拦什么不好，别拦是喜事啊！你不希望你姐姐以后有好日子过啊？不许乱讲，就这么决定。过两年了，那男丸子过来，你们先见个面，熟悉熟悉。到时候你真的不喜欢他，我不勉强你，这种行了吧？啊，那以后，哎，去吧，孩子，别理了，吃吧，啊，对对对对，这家里有多的事儿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沏点茶，沏点茶。你家的茶叶可真好。是啊，你看。姐。哎妈，你去看看吧，这帮孩子。你就是吴荣四，就是你要娶我姐姐。是啊，你就是小云的弟弟吧？你有什么本事娶我姐姐？我和你比试比试。乐，不许那样无礼。是啊，虽然我只懂得制茶，但是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姐的。是不是因为我不懂制茶，姐姐才要嫁人？如果我会制茶，姐姐是不是不用嫁人呢？姐姐没有天赋，乐乐你有，你要继续画。阿爸对你好，姐不在家了，你就要多帮阿爸干个活，多画画。姐喜欢你画画。姐走的时候，就把你送姐的画都带走。要是想你了，姐姐就看个画。姐会回来看你的。哎呀，我可真是老远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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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师伯，哎，今天可是大喜日子啊！大了大了，闺女大了，应该出嫁了，那个出嫁。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喝茶喝茶，哥哥喝茶啊！不要客气，啊，不要客气。哎呀，师伯，今天是大喜日子。Thank you.
世家，先拜谢祖师啊，一拜多谢祖师的恩惠，二拜父母养育之恩，三拜夫妻白头偕老好过日子，祈愿。腿虽然不好，但身子骨硬朗啊，这些活儿我能干。再说你就要嫁人了，不比在自己家里头，凡事也要谨慎点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。好，我知道小英啊一向是听话的。乐乐，我有什么事啊？没事。没事。好，坐下吧。老实告诉我，有什么事？嗯。爷爷，你叫我泡茶。哟呵，你总算开金口了。我答应姐姐要好好学泡茶。嗯，记住，茶以水为先。泡茶呢，讲究的是三沸水，这一沸沸如榆木，微微有声；二沸了，边缘如陨泉连珠；三沸腾波鼓浪。还有，烹茶的水温要恰到好处，不能再煮，一煮老了，则不能喝了，知道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你现在肯学，马上就可以学到。好，制茶、种茶，我都要学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孩子，你有志气，来，喝喝爷爷泡的茶。爷爷，茶。好。乐乐，坐下吃饭吧啊。爷爷。你怎么不吃啊？爷爷不饿，乐乐你先吃啊。爷爷吃点鱼。爷爷不吃，乐乐你吃吧。爷爷不爱吃鱼，怕刺儿。
爷，吃吧，放心，绝对没有一刺儿，多吃点。好。爷爷，吃吧。好，你真乖啊。好，爷爷吃，你都吃多点啊。来，这个茶，吃。乐乐，这泡茶讲究的水温度要保持到一定的程度啊，不然的话你再煮的话呢，那水就死了，死了之后就不能喝，知道吗？完了，这第一道水呢就是洗茶杯，啊，第二道水呢才是正式冲进去啊，看着这个，啊。爷爷，嗯，什么事？嗯，行啊。爷爷，是不是这样？不错不错不错。小心看路啊，慢慢走。阿伯，哎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，阿伯，哎，这里没有几户人家，我们想在你这借宿几个晚上，行不行啊？你们哪儿来的？我们是美院附中的，想来这里画画山，画画茶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这么多人，我那房子那么小，不行吗？没事的，我们有帐篷，可以住在你家院子里的。那好好好好。乐，哎，去茶。好，慢点啊。啊，走走走，进屋里了。阿伯，你小心点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哎，来来来，您慢点，屋里坐啊。您慢点，哎，小心啊。随便坐啊，歇一会儿。哎呦。坐这边休息休息，哎，找个地方坐吧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阿伯，哎，您这里的山太大了。我们来的时候差点迷了路呢。那可不是，你不认识路啊，迷了路可难出去了。阿伯，您儿子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们带带路，当当向导啊？哦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乐乐，哎，来，明天有时间呢，带着老师跟学生们到山里头晃悠晃悠。啊，行行啊，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您先坐坐坐下喝茶。你也喝过？嗯，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你带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喜欢喝茶，我家的茶特别好。是啊，刚刚喝你家的茶的确是沁人心肺的好茶。谢谢。对了，老师，你们是画国画的吧？哈，你还懂什么叫国画啊？你是不是也喜欢画画？嗯，你要是有兴趣，我以后教你画。好啊。
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样的画风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天才，你简直是个天才。哎，你这画上的颜色好像不是标准色，这是什么味儿？我们染布就是用自己彩青做的颜色，蓝草可以做成青色和蓝色，黄柴烧灰做汤煮粽子可以做成黄色，紫苏可以榨成紫色的浆，还有我们家的茶叶新叶可以做成绿色，在变成塔阳公主茶的时候挤出来的汁儿就是深红色的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简直都是天才。阿伯，你有个好儿子啊。那是那是。阿伯，你的儿子太喜欢画画了，能看出来他很用心画，这值得栽培呀。阿伯，我跟您商量一下，要是您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带他到我们学校去学习的。阿伯，山里出个人才不容易啊，你儿子非常有基础，就是缺少老师指点，要是他到我们学校去学习，以后肯定能画出成就的。我看了，哎呀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阿伯，天儿不早了，老师啊，您早点歇着吧。啊，如果可以学画画就好了。老伯，哎，这是我的地址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想通了就带孩子来找我吧。好说好说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好好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同学们，我们走吧。老师慢走啊。孩子怎么了？不是我。孩子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孩子。爷爷。慢点啊。哎呀，咋回事？哎。啊。快歇歇去。喝药，爷爷。好点了吗，爷爷？好，好多了啊。
哎，田伯怎么了？啊？爷爷，您先休息，我去做饭。不错，喝着不错，是咱们施家的手艺。这个茶味是可以制茶，这茶水不会说话，它到底是好是坏，只有喝茶的人自己知道啊。总怕咱们这唐阳功夫茶，我看你学的不比我差嘛。奶奶，搬个凳子到这边来坐。孩子，我没让你跟画画的老师走，你心里的总是恨我是呗？没有，那好。哦，哎，拿着。孩子，老师说的对呀。你是画画的天才，这个大山里你待不住。以你目前学到的本事啊，我们施家重泡唐阳功夫茶的手艺，好在不会失传。日后呢，我也可以安心的走了。啊，孩子，去收拾收拾，明天我带你去找你们老师去。我不去。哎，你身体不好，姐姐又不在。我走了，下你没人帮你干活。哎呀，孩子，要不是你爸妈出了车祸，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？这些日子你跟着我受了好多罪。我老了，可我不糊涂，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呐，孩子。来来来来，爹。姐姐说了，我们种茶的人只能在山里生活，离开大山就种不了茶了。我也是施家人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，阿爸，你别说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刚才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其实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已经死了，谢谢您救了我，还一直照顾我。以后您就是我最近最近的亲人了，我愿意在这里陪您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我该做饭去了。今天晚上咱们吃韭菜炒鸡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他叫阿爸，他叫阿爸，他叫阿爸。哎，啊，来了来了，师伯，什么事啊？这两位民警找你有事儿。这
得了。妈妈这一年想你想的都快发疯了。妈妈做梦都在找你儿子，妈妈让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警察会把阿爸怎么样？什么？什么阿爸？就是收留我的那个爷爷。乐乐，他是个骗子，贩卖人口，警察是不会放过他的啊。妈妈，你弄错了，阿爸不是骗子，他是好人。他就是个骗子，相信妈妈的话，别叫他阿爸啊。茶水不会说话，到底是好是坏，只有喝茶的人自己知道。阿爸绝对是好人，是他救了我。乐乐，乐乐。你们什么事啊？哎，民警同志，刚才那位老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刚才啊，在路上我们已经问过你的儿子了，他说是这位老伯救了他，这一年多来呢，老伯对他一直很好，而且啊，刚才还有一个叫吴伯的来作证，他说啊，是老伯怕你们的儿子落入坏人手里，所以呢，才迫不得已把他的祖传的茶盏拿出来，把他换了下来。我们慎重地考虑过了，老人这样做不算贩卖人口，应该算义举，他救了你的儿子，所以说我们把他放了回去。民警同志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找他不是来讨个公道的，刚才我儿子都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找他是来感谢他老人家的。哦，对了，小朋友，刚才老人走的时候啊，让我们给你传一个话，而且你看还留了一个布包给你，老人说他并不知道你的父母还活着，他说他很对不起你啊。I'm a baby.
茶水不会说话，时好时坏，只有喝茶的人自己知道。